哎呀，我离我远着点儿。这个，如果咱俩现在离了婚，是吧？从法律上呢，解除了夫妻关系，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，那好多事儿都没法办了。你想啊，从法律上讲，咱俩办了离婚手续，就不是合法夫妻了吧？对不对？你再住在一起，这叫什么呀？ 非法同居啊！你这事儿咱俩都达成共识了啊，这事儿咱不用再商量了。咱不说好了吗？等马俊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啊，咱们再办这事儿，是吧？啊，我可不可不去？你甭弄这缓兵之计啊！真逗了，我还猜不到你，没用啊！明天早上7点半，咱俩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出发，听清楚了吗？ 明天不行，明天肯定不行。这我不，你会明天我们都安排好事儿了，就是还是陪那个倒霉蛋那个外国客户，是吧？我们说好了，先去上海，然后再去武汉，然后再去杭州。还想去哪儿啊？再说了，咱不都达成协议了吗？是不是？咱就按照那个离婚之后的协议办，是吧？不着急，他就是一张纸，一程序，啊。妈，我有一道题不会。哎，来喽。 看看，看看。你平常说的挺好的，今天第二条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？第二条说的时候，我突然肚子疼。现在还疼吗？现在好了。 现在要是让我重说，我能说的可好了。真的啊，我第二条本来应该讲的是，要理解孩子，管好自己，天下太平。啊，现在的孩子们，他们压力特别大，他们不像咱们那会儿，咱们年轻的时候，五六十年代，那会儿我一个月50多块钱，他爸爸也50多块钱。 我们2个人100来块养3个孩子，过得很好，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，所以没有压力，啊，那会儿校长啊跟普通教师住在一起，啊局长跟普通职员，大家都在啊一条街上或者一个胡同，甚至住在一个大院里，孩子们都在一起上学。 每天排着路队放学，唱着歌回家，啊，是。现在都不一样，啊，有住高档社区豪宅的，有住在经济适用房的，啊，孩子们有的上国际学校，有的上私立学校，啊，贵族学校，有的读重点学校，啊。 都不一样，学校门口都是一排一排的车，有奔驰、宝马，有桑塔纳、夏利，还有骑着自行车来接孩子的。所以，小孩攀比父母有压力，他们把精力都放到了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呀，要拼命的去挣钱。所以我们做老人的呢，我们就得理解他们。 啊，他们没有时间再陪我们来说话聊天，他们没有那个精力，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万岁，啊，我们管好自己，天下太平。大妈，您可真够能说的，而且说的条条是道。您是以前是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老师、校长。哎，一看就是文化人。哎，对了，大妈。 我有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啊，这不到年底了吗？我们出租公司让每个人啊都写年终总结，您这么能说，干脆您替我写了得了。哟，你可真敢说，你这坐会儿车还得写总结，<笑>那钱你还要不要了？钱得要，不交钱哪来的车份啊？<笑>这都是那个。 就是在拼命挣钱呐，压力都很大。是是是啊，哎，是，所以咱们得理解孩子。是。
干什么都不容易。哎，是是。你现在整天玩也没有个工作，不是个事儿吧？回来不是当了3个月的门童吗？这还不算工作？乐不乐意？那你现在不一样，还是没有工作吧？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我让俱乐部住宿。New Zealand. I'm not going back to New Zealand. You can go back to New Zealand yourself. 中国多好啊！你看啊，天天可以出来玩，玩完了以后回家还有人给你做饭吃，还有你，中国真好。哎，这入口在哪儿呢？哦，那边那边。害怕了，有点，我有点。怎么？哎，要不算了吧？啊，哎呀，来吧，咱下面你都不上了，你还让我算了？慢着，踩实了，踩实了啊！这跟12岁的时候爬树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加油！嗨，行不行啊？不行算了。怎么不行？我在上面，你们在底下，谁行？那你慢着点啊，踩实了。你别怕，你不行，掉下来我接着你啊！你接得住我吗你？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人家阿庆在上海跑单帮呢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是哎，怎么这么使劲？干嘛使劲暴露啊？我有这个动作哎，我是总参谋长啊，戏里的动作嘛。买罢了，卖罢了，不买罢了，别罢了，罢了坏了算谁的？出戏了，这没这词儿，他这是出戏了，出戏了，导演，他出戏了，导演不是，文老师啊，我有一建议啊，就你身体不好不要紧的。我来替你，我演阿庆嫂。你能演阿庆嫂？是的。你能唱女角啊？哎、我演过呀。啊？我演过苏三。哎，你给我们来一段，听听他演。哎，你看看啊。啊，好。你坐下去。这咋又整上苏三了？你让他呀。苏三，你看，整我呈现一下。这有点闷脸，闷脸改立，这，这是戴手铐的啊。快出场吧！出场。走到台中心，哗哗哗，把链子走上来，完了就出场，开始唱了。苏三立了红铜仙，轿子来在大街前，鬼城开眼仙好山，国王的人儿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？与我的三郎把心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，来日做犬马，我就当保环。有啊，这一嗓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好好唱的真不错。啊，唱的不错。我才想起来，不是他唱苏三，我演啥呀？你把我整哪去了？你演春宫当。春宫当？哎，就是。我说你知道，我说我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？什么呀？就是拄拐棍那个。哎，对，哎，这是哪部队的？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那小儿子小四儿，叫康康。康康啊，叫人叫人，这周伯伯。周伯伯。吴大爷，哎，这是王大妈。哎，好了，跟我。哦，你妈老说你。行，那你们。夕阳红俱乐部接着唱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没事，你们接着唱，我不怕吵啊。拜拜。哎哎，不是这个，就是刘洋来的。对对，从新西兰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？在哪儿工作呢？哎，别提了，一提这工作的事儿啊，我就着急，找不着工作呀。是，要不说啊，高学历不等于高就业。是是。嗯。那怎么整？他想干点啥呢？哎，干过门童。后来被人家给辞了，门童都干过呀？不是吗？那就好办了。要是门童都干过，我可以帮他联系联系工作呀。哎呀，是吗？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老吴，那你可是帮我大忙了，你说。你不简单呐！
行，你带。哎呦呵，哪个自行车这拥抱里呢？好好，接着还太好了，接着来。谢谢啊，谢谢老吴。哎，老吴还真棒。预备，开始。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人家阿庆在上海跑单帮呢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他不让我发呢。我今天去中介了，中介把我气死了，他居然说10000块钱一平米要把咱房子给卖了。你卖了吗？我傻呀，10000块钱一平米，我就是把我自己卖了，我也不会把房子给卖了。谁敢买你呀？不是我说你，你说想当初啊，你怎么在那么个破地儿啊买了那么个破房子，而且一买买了3套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？开发商说那个地儿便宜啊，还说有升值空间，还说那个怎么好。他怎么好了？修地铁，柏油马路，修游泳池，种大树。他的话要是靠得住，那母猪都能上了树。你能换点新鲜词儿吗？都说好几遍了，母猪母猪，哪天你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你上树。来了，哎，哎，王大姐，就一人啊？常还没来呢。王大姐，我昨天呢，这一宿啊，就睡不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预感着要出事儿，真的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？反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呗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王大姐，就我这心脏啊，突突突，这耳边啊就老重复着预感，哎呦，我就老觉着心里头就想着，哎呦，预感不好。你说，啊，这会不会孩子的事儿啊？是吧？啊，都说这妈妈的心跟孩子们是连一块儿的。是。啊，你打个电话问问。哎，先给老大打一个。哎，妈。老大呀。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挺好的吧？挺好的啊，身体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家里头都挺好的。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儿，我就问问你们是不是都挺好的。有事告妈啊。谁先说？杨队，我先说两句啊。我认为这个1215枪杀大案，和咱们去年还没有破获的邻省的一个招待所抢劫案十分的相像。犯罪分子都是到前台，用钝器打开抽屉，当被人发现之后，才开始杀人。哎，兰兰，妈，干嘛呀？我这正开会呢。哦，开会呢。那个，你挺好的吧？哎呀，我挺好的，啊，马月呢？挺好的，挺好的呀。孩子也挺好的。啊，挺好的，啊，你们身体都没什么，没什么不舒服啊，什么的。没事，挺好的。我这正开会呢。啊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好，好，那你开会有事儿给妈打电话啊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开会呢。没事儿啊，爸爸，你忙吧。哎，兰兰，
咱俩的事儿你跟妈说了没有？没有啊。真没说？哎呀，我真没说，我真没说。哎，我发誓。不是你最了解我了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啊？对吧？反正我告诉你，咱俩这事儿就这么着了，你谁也别说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成成成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知道了。挂了。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挺好的呀。你身体呢？心情啊？啊，都挺好的。妈，我挺好的。那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，妈问问。我真挺好的，妈。我这忙着呢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好。不是。挂了，哎呀，不爱听我说话，这不耐烦。呵，我挺好的吧，都挺好的。这会，哎，康康呢？康康就算了吧，康康就永远有事儿，不可能没事儿。康康要一出事儿，我这心脏砰砰砰，我那心脏早就从身体里跳出去了。哎，你看孩子们都没事儿，那就是还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所以王大姐，我想啊，这样啊，我这身体啊，保不齐得出问题，别回头影响了你们。要不你呢，就也练练我这段儿啊，做一个辈分儿。啊！哎呦，我哪行啊？你听我这嗓子这么粗，我哪有小嗓儿啊？我肯定不行。哟，他们来了，我开门去啊！来了，开去了，来，来来来，过来先坐这儿，咱们先商量点事儿，跟你们商量点事儿，来。哦，坐。是这样。对。我呀，这刚跟王大姐这儿说呢啊，我这个身体呀不保险啊，离咱们比赛还那么长时间呢，我怕万一要真不行了，回头把你们都给耽误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要不咱们弄个辈分，准备个B角儿啊。瞧着觉着不得劲了、啊、也没有，这不是还有好久呢吗？怕万一有个闪失哈。我看行啊，这样他还能轻松点。是。哎，我看可以啊。排练的时候呢，让B角来排练，你来休息。那个比赛的时候呢，你身体要好，你就上。如果身体不好，就让B角来上，这不好、啊、好不好？那问题是上哪儿找去啊？这咱这小区里这么多户人家呢，咱贴个告示呗，看看谁愿意参加，咱们筛选筛选。要是报名的多，咱们就考个试，看看谁成。这说不定就藏龙卧虎呢。这可以啊，贴个告示倒是个办法。贴个告示，贴告示行，咱整个考试。哎，考试筛选，考行，那就尊重你的意见呗。像你的，尊重校长的意见吧，那就。哎，行。这两天你爸不在家，妈又顾不过来你，你自己好好的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今儿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哎，行啊，马月，你，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给我打电话是吧？你也不联系我。啊，我呀，出差了。出差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哦，我都好几天了。
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快了，快了啊！过几天我就回去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奇怪呢？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出差能有什么奇怪的呀？那行吧，那你回来联系我吧啊！想着啊，想着过来看看我，挂了啊。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。哎，啥事儿这么着急啊，爸？我正陪客户呢。这么个事儿，小区一个要好的朋友的孩子吧，从国外回来挺长时间了，没工作，你爸得给安排安排。不，再说你咋啥闲事都管呢？你拿我这当民政局了？谁拿你当民政局了？那你这么大的公司安排人呢，还算是个事儿吗？你说呀？说那玩意儿说的。那他有个啥工作经验呢？你这问这玩意儿问的，人孩子刚从国外回来没工作，他能有什么经验呢？你好好说话，那他总得有点啥特长啥的吧？会英语。会英语也算特长啊？我所有的员工都会英语，爸。不算特长呢，反正他就会英语啊。你这也不好安排呀。不是，你把他安排你们那个售楼处去，那么大个售楼处，外国人常来买楼，你叫他接待外国人不行吗？你说。不是，你就以为我那售楼处那活谁都能干是不是啊？你这也不好安排呀，啥都不是啊。不好安排你也得安排，我答应人家了。那好，你别生气，我想办法不就行了吗？你就这事儿啊？就这事儿啊？这还小吗？啥急事儿？你就急着摆脸呢？那行了，真是我活的呀。上心呢？给安排明白了，我好告诉人家。知道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走你的吧，我还遛弯呢。海报上的地方人蛮多的，就差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咱们小区还是藏龙卧虎的，肯定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。先别说招聘这个事儿，先说说文校长这个病的事儿。他这么急着招聘找人替他，是不是感觉不好，病情恶化了啊？不会的。他不说了吗？他就是啊，怕演出的时候啊，耽误事儿。他这两天挺好的，没事。他眼下说的话你不能全信呐。你看他有病，连儿女都瞒着，那他就不行瞒着我们呢。我怎么觉着他肯定是感觉不好，才急着找什么A B 角呢吧？不能。他的病，即便瞒着儿女，他不会瞒着我的。你们放心，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老姐们了，不可能的。我老琢磨这么个事儿，你说咱们仨都老大不小了，就这么配合他，瞒着他的儿女，不告诉人家，这合适不合适啊？这对不对呀？再说，我们也不劝他去化疗，就成天陪他玩麻将，能不能把他给耽误了啊？将来人家儿女能不能埋怨咱们呢？这对不对？合适不合适啊？你得考虑这事儿啊！现在是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眼识下，就他怎么高兴，咱们怎么让他来呗。他高兴很蛮好嘛，他高兴他心情就好，他心情好，对他病啊有好处的。对呀，我们也劝他去做化疗，哎，人家不听。对呀，那就没招了。
东北话讲话了，掐眼皮擤鼻子，有劲使不上。净是俏皮话，你这……那好吧，咱就只能这么办了。好吧，他说招聘考 A、B 奖，我们就听他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可是少数服从多数了啊！我可跟你们说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蛮好的，人很多的。那肯定是了，什么人都有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有啊，有，准有合适的，你听着。哎，兰兰，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，把门关上，快！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还来不得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防辐射的衣服啊，一会儿就赶紧给我换上，听见没有？这电视台那么多辐射啊！这篮子鸡蛋可好，这是我们同事从山里带来的，绝对的柴鸡蛋，营养价值特别高啊，自己记着吃，听见没有？然后剩下的呢，你到时候放冰箱里头，别让坏了，以后在家里甭这瞎忙啊。对，电脑给我关了，听见没有？啊，真乱了，没法说啊，就这以后都不能吃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垃圾食品。你怎么跟妈似的呀？操心的命！哎呀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我敢不操心吗？啊！喂，妈！爸，人家苏妍挺好的，你就别瞎操心了啊！行，有事儿我就给您打电话。好，我这忙着呢啊，挂了啊。瞧见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回接妈电话，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我紧张，我这真怕我哪天我这一忘了，我这再说漏嘴。你看你平时嘴挺硬的，其实你现在还挺疼我的。我这不仅是疼你，我这更心疼咱妈，这要让咱妈给知道了，好，麻烦了。评委好，我十号楼二单元一门。您这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红英。年龄？53岁。哦。啊，您能表演点什么呢？我会唱那个《沙家浜》里的阿庆嫂，知道那个一片段，我给你唱一小段。好，您来一个。行。雕得意哟。什么归心肠？行，很好啊，行了，啊、谢谢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啊。下一个，大家好，我住3号楼504。啊，您多大岁数？60。哎呦，60了，真看不出来。谢谢。您会演什么呀？我呀，会好多地方戏啊，包括什么单弦啦、评弹啦，我没乐器啊。这样吧，啊，我唱一个《沙家浜》里的沙奶奶赤笛那段老旦啊。哎，那就是这段吧。哎，来一段老旦。在上海打了仗，江南国土都沦亡，是古城对线，血汤半路焦土遍地火光，心似军共产党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唱够了，哎，这行了，谢谢。这就让我走了啊，可以了，我们知道还没过瘾呢啊，那咱们谢谢你们，谢谢您啊，哎，您好啊，您愿意给我们表演的？我会的多了，我什么都会，我会模仿，评书，我还会那个相声贯口啊。那我帮您来两段评书吧，评书啊，行，那您来段，我给你来段单田芳吧，单田芳，行。上回书说道。
吃法令官，山冲山雄心，雷马来到两军阵前，只见队伍早就摆开了架势，雁别翅排开，压住了阵脚。当中为首一员大将，头戴乌鸡盔，身着乌金甲，外罩皂罗袍，掌中一对擂鼓蹦金锤。好，我再来一段那个模仿周总理。啊，多谢您来了。那咱们得恭敬一下，咱们站着说啊，说一段那个周总理讲话。自建国以来，我国国条三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，取得了一国又一国的伟大胜利，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谢谢谢谢啊，好，很好，谢谢您。哎，谢谢啊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哎，啊，评委好，我是16号楼的301，您能给我们来一段什么？我会跳迪士高，还会走时装。大家帮会点儿，就是嗓子有点毛病。啊，那算了，唱不太好，不要勉强。我住4号楼，401，我叫张喜，年龄62岁。啊，好啊，那您能给我们演点什么？我给大家唱一段评剧吧。啊，行。那个相声商店里烂菜花唱那个。啊，好，我试试啊。好好好，就是。哎呦呦，好可惜的手啊，看你这双手啊，应该住高楼啊，穿的是绫罗缎呐，吃的是燕窝粥，出门坐汽车牵着个哈巴狗，把风都可惜呀、啊、你是小姐的神坛，丫鬟的命啊，偏偏地生在了这个年头啊。挺好，挺好。我还会跳迪斯科。啊，您也会跳。哎。好了，行了，一会儿怕您心脏不好啊。谢谢谢谢。行，您这个挺好，谢谢您啊。还有吗？不打招呼，来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，坐，坐最高的。哎呦，好，行，来，过来，你，大家好，你是丁新瑞，来坐这儿。那你给我唱一个吧，吃，走过去。是你报的？对对，是我报的。说说详细经过。我每天早晨，我就是4-5点钟起床，从家出来上山溜溜弯。我走到这儿，我看一辆车停着，还敞着门。我一好奇，我一瞅底下还趴了一人，我一看这人死了，我赶紧给110打电话报警。当时周围还有什么其他人吗？这个点儿基本上没什么人上山溜弯，就我一个人。你住哪儿？我们家住那平房那儿，那就是我们家。来，请进啊。您请坐，您是几楼几单元？我住8号楼1单元903，我叫张玉平。啊、哦，张玉平，您多大年龄了？今年54了。哦，54、嗯、啊，您能给我们演点什么？我就演一个现在年轻人爱唱的，叫萧亚轩那歌《一个人的精彩》。好，前边我就不唱了，我唱那高潮部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连唱带比划啊。好好啊。头发甩甩，大步地走开，不里面心的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。哎呦，真好！谢
谢谢谢啊，坐下一个，哎，请进，您请坐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那花腔女高音的歌都能唱啊，后来带着孩子们跳集体舞，把那嗓子唱得长小节了，只能中音出声了，高音出不来了，我就给您唱一个中音的歌吧。中音的好。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了南屏钟，南屏晚钟。是，我住五号楼201，我叫李娜。您年龄多大？我今年73了。哦，73，属大龙的本命年。啊，属大龙的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边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。让你沉醉，亲爱的，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别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翩翩飞，飞越着红尘，永相随。追逐着你一生，爱恋我千回，不辜负我的柔情，你的美。我和你缠缠。我是六号楼啊，三单元609的啊。您是？我叫刁国栋啊，今年63了。您给我们演点什么？我当了20多年兵啊，我给咱们唱一个《我是一个兵》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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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打败了日本狗强盗，消灭了蒋匪军。我是一个兵。爱国爱人民，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。嘿嘿，枪杆握得紧，眼睛看得清，谁敢发动战争，我坚决把他消灭尽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您啊！咱们不能招男的了，就是男的咱不用了。哎，吉林，你不是去那什么证券公司工作了吗？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前途？工作累不累？还行吧，反正现在工作压力挺大的，也不好干。哎，吉丁，你在证券公司工作，给我们介绍点内幕呗。是。现在什么股票好？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也发点财呗。有什么内幕？现在在那儿工作，整天在大厅里给人点头哈腰，自己还想要点内幕呢。哎，苏康，你妈不是给你找了一工作吗？怎么样啊？那工作呀，官称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其实就是卖房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正在最底层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身份啊？我是海归呀、啊！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那工作我都不去了。哎，那你不去了，你妈不说你啊？我现在瞒着她呢，我跟她说我还在那儿上班呢。我现在其实整天就是出来跟你们玩玩，然后下班点了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下班了，骗着她。评委好，哎，您好，哎。您能给我们表演点什么呀？要不唱一个现代歌曲吧？呀啊！怎么今天这一波都唱现代歌曲啊？都唱歌的？不是，那个，您会唱京剧吗？就是。那我试试唱一个沙家浜吧。沙家浜啊，啊，唱阿庆嫂行吗？就唱阿庆嫂。哎呦，试试吧。啊，这好啊。那我唱起来唱。好，唱什么？雷起起。
行了，是不是？就用它。李梦露，你叫李梦露吧？我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李梦露，你就是李梦露，你就是李梦露啊！我不是李梦露，我姓王。可不是李梦露。我告诉你们啊，30年前，就是这个老太太，不是她给我老头子织了一条毛围巾，浅黄色的，还是阿尔巴尼亚针法的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不认得你，你别说你是白头发，你就是变成了红头发，脸上画画道道，我还是认得你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人我不是，人家不是，您认识我。我告诉你们说，不是李梦露。啊，他就是李梦露。李梦露不可能在这里出现，不许他参加了，走回去。我们不认李梦露，他不是李梦露，他就是李梦露。